主料：蘑菇400克，辅料：蒜、鸡蛋2个，香菜、香油、淀粉、花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小蘑菇清洗干净，沥干水分，蒜瓣切片，热锅凉油，用花椒炝锅，放蒜炒出香味，放小蘑菇翻炒一会，倒入开水一大碗，开锅煮2-3分钟，放入水淀粉或是先放蛋花，锅再次开启时，放入2个蛋花，烧煮一会，放香油、鸡粉，出锅，撒上香菜末。 OK， 烹饪技巧，如果你不认识野生的蘑菇，最好不要尝试，很多野生蘑菇都有毒。爸爸告诉我，做蘑菇一定要多放蒜，蒜是解毒，如果蒜变成了黑的，那蘑菇一定有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